娘娘，这入了夜还是有凉风的，你身子不好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还是想在这儿坐会儿。那奴婢给你拿条毯子去。你别忙了，坐下来喝口茶吧。 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你侍奉我这么多年，不是站着就是跪着，还从没见你坐过。坐下来吧，就当陪陪我。我还记得那日在长街第一次遇见你，你质问长史太监，那个耿直大胆的样子。 这一晃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奴婢至死都不会忘了那天。奴婢从小无依无靠，是得到了娘娘的关照，让奴婢伺候您，这是奴婢的福气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 不只记得遇见你的那日，我还记得这宫里边好多的日子。我记得第一回我入宫见姑母，满宫的红墙绿瓦，我就觉得这红墙可真高啊。记得听墙东马上。 是我第一次见到红丽，我带她逃出去，到城墙上去玩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她就在城墙上要我跟她在一块儿，还跟我说有我在，你放心。
我还记得嫁到王府当侧福晋的那个晚上，他掀起盖头看着我的样子，也还记得他让我继位中宫时跟我说，如懿，万人之上无人之巅，正孤单得很，到朕的身边来。我当时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有点头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到他身边，走到如今。这些年来，娘娘的心思奴婢全看在眼里，娘娘是念着皇上的。一路走来这些日子啊，我如今想起来都好像跟昨日一般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所以还念吗？不念了。娘娘是在这宫里熬得太苦了。在这宫里边谁不苦啊？这些日子我还是不是想起很多人，想起姑母阿若、兰花、汐月，也会想起绿云、玉颜、易欢，甚至还有魏延。我曾经跟皇上说过的，这宫里无休无止的谋算争斗让人厌烦，为了恩宠，为了亲族，赔了这么多名禁军，真的值得吗？若永璜和永琪都好好的，景思和永璟都长大了，那该多好呀。永佩啊，想想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没发生，兰花、汐月啊、绿云、玉颜、易欢现在都该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说话的会不会也有他们？兴许还有话。